啲嘅即刻中降头。系喎，系喎，点解佢哋做咗新政府嘛？依家白吉德、克拉班尼政府嘛？点解唔蠢紧统筹啊？唔系我哋唔爱蠢紧，行动党唔想蠢紧啊，公正党唔想蠢紧啊，我哋嘅教育部长马斯利唔想蠢紧啊。不过点解佢仲系又犹豫不决？我今晚嚟讲你听啊！大家知道509我哋赢咗过后咧，其实系唐人票95%先投晒俾我哋。蚂蚁票就三分天下，好似三国演义咁啊！白格登下达班嘅蚂蚁人攞到嘅票系30%，回教党攞到嘅蚂蚁票系30%，毛统啊，阿哲哥衰到贴地啊，马爹作反啊，佢哋喺柬埔寨仲有40%，433呢个就系马来西亚蚂蚁人政治三分天下。所以如果系建设性反对党，维持阿省就应该同咩啊？同毛统讲，同阿乜扎希，同埋阿乜马斯恩，你有冇傻紧阿乜？同佢讲，诶，如果你大选嘅时候唔系讲过嘅，我哋毛统嘅 manifesto， 白里山 manifesto， 无咧跌不跌崩根，系咪啊？对方嘅白吉丹喇班讲，阿根你一跌粒根，大家都冇嘈交嘅，好接近嘅，边个做政府就边个做嘅。点解我哋509一输咗过后，一过嚟一赢咗过后，而家输咗过后即刻反对？唔承认，冇咩跌跌崩紧，即刻讲紧股，讲咩啊？陈恩统靠国家分裂，陈恩统靠民族不团结，陈恩统靠国家教育政策去破坏。哇！本来马来人对统靠开始可以接受噶，毛统一输咗，即刻讲最极端嘅种族主义，回教党讲最极端嘅宗教主义，攞统靠嚟祭旗，摆统靠上神台。然后马志明咪惊我，佢第一次做教育部长啊。去馬仔收翻方言金榜屌你喎、你陳恩統求嗰啲票俾翻曬毛統喎、我哋行動黨講唔使驚，我哋唐人95%俾曬你。不過馬雞票冇喎，馬雞票30+40+70係反我哋喎，睇到冇？呢、這個就係反動黨毛統加回教黨，然後威志阿省從來就唔敢去屌你。威志阿省成喺國會入堅嘅爭英選同埋馬之年，係咪啊？你有睇过威震上去叫毛统 shut up， 见到说紧政治，一根叶不丁音根，做翻你509之前讲嘅嘢，唔系睇到毛统反台，睇到毛统放火，睇到毛统讲种族主义嘅威震上，佢哋真系安静，安静安静，马继华安静，所以佢哋睇到赞英选就废。看到毛統和回教黨就硬尖，你怎樣投給他啊？如果你投給他，你真的中降頭啊！我看過硬尖笑到這樣，硬尖就解到降頭，硬尖啊，幾人開心，硬尖聽過嗎？所以我說很簡單，毛統、回教黨和馬華公是反動黨，他們越反動，我們的改革就越困難。你本來要去的嘛，蠢根統靠的嘛，但是不行，因为反对党、反动党在禁崩玩嘢，所以西方人民的马来人 hesitation， 嗰啲路打 good， 佢哋唔敢去。嗱，所以你果俾听日投票，按啲按根嘅中降头，佢投咗俾马华，马华万一真系 dashwood 赢咗，扑街啊！马华会点讲啊？你睇佢哋唐人含棍已经后悔啊，然后。阿乜扎希嘅印尼仔就會同夏啲阿汪包頭稿去柬埔寨講咩啊 ？Orang Cina di desa sudah 咩啊？吉收，嗰啲唐人後悔咗，所以馬來人作反，反結乜嘢要？睇到冇啊？所以聽日你投票唔係投俾王思思做唔做 YB， 唔係咁重，唔係一個妹妹仔一個月攞10,000蚊薪水咁簡單呀，係佢一輸。威志阿省喺度喺禁崩就会讲咩隐故，唐人社会已经后悔啦，所以回教党同毛统就会禁崩讲唐人后悔，佢哋仲唔作反？我哋团结啲，唐人后悔，马华再重新咸鱼翻身，下一届大选我哋就可以赢。如果听日我哋呢度赢，另外一场就喺边度啊 ？Sri Sadia 公正党又赢，120日。三场补选冚唪唥我哋赢，毛统同回教党就会检讨，
哇！佢哋呢排禁煲講嗰啲啊，放火啊，講嗰啲種族極端啊，講華僑啊，講統球嗰啲啊，馬來人冇支持喎、啊。所以黨裏面咧就會有 Kyrie 嗰啲開明派就講開明嘅嘢啦，啱唔啱啊？毛統極端嘢就冇人講喎、啊。呢、這個就教識馬華，教識毛統，教識回教黨做一個建設性反對答。如果我哋冚旗 ，Swiss 點解冚旗？聽日 開票，我哋輸到底褲都冇埋。未來五年啊，佢哋喺禁煲裏面就講嗰啲嘢噶。會志阿省就一堂人已經後悔啦，知死啦，港共嘅冇春隊咧，嗱你班友後悔啦，啱唔啱啊？我講嘢又冇 make sense 啊，所以你冇俾機會佢哋聽日兩場贏。你把握唔到 Swiss 啲嗰個麻雞區 ，at least 你把握到嘅區，同唔同意？呢票係你一區人，你一票可以揸 fit 嘅。Swiss 啲有佢哋馬雞同胞去講，我哋呢度堂同胞，我邱光耀啊，退揾朵黨都翻嚟講啊。咁咪玩騎師坐喺度睇住我。